执行官，我明白，在这个时刻，你并不愿意离开艾尔。我也理解你对菲尼克斯的死十分痛心，但是他光荣的一生至此都是一名盛唐武士，他已经去往了卡拉的终点，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我们仲裁官不能只考虑这些事情。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人民的安全和未来。我们目前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异虫，而是无法无天的塔萨达尔。如果他将黑暗圣堂武士的污秽思想传到艾尔，那我们就完了。我们必须找到他，把他带回去接受审判。塔萨达尔声称。 这个星球在艾尔受到入侵之前就被异虫放弃了，但我还是在这里感受到了黑暗力量的徘徊，准备应付突发情况。执行官，如果还有异虫在这里，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已经来了。说出你的指令，西塔。 势在必得，我执行你的意志；势在必得，我的路线已设定。我执行我的指令，说出你的指令。 我执行你的意志 ，Sita。我听从你的召唤，我执行你的意志。 执行你的意志，尔达里斯，执行官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我还以为我已经没希望获救了呢。我是来逮捕你，然后带你回艾尔去接受审判的。逮捕我？艾尔现在正被异虫洗劫，而你千里迢迢跑来，却是。
为了逮捕我？别太上心，兄弟，这事我也经历过。这里这位人类是谁？塔萨达尔。我叫吉姆·雷诺，伙计，我可不会跟任何人低声下气的，即使是星灵也不行。有意思，塔萨达尔，你选择同伴的品味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。执行官，准备逮捕塔萨达尔。执行官，等等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了我什么，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艾尔，帮我找到 Zara Two 和他的黑暗圣堂武士。只有他们才能击败主宰的脑虫。等我们取得胜利，我会心甘情愿地去最高议会那里接受审判。想都别想，你觉得我们会像你一样跟黑暗圣堂武士混在一起吗？你真是疯了，塔萨达。你应该对他们更尊重些，尔塔瑞斯。执行官，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，但你得先帮我找到 Zara Two。指挥官 Zara， 我听从你的召唤。我们遭到攻击 ，Geos， 荣耀指引我。今晚我出主，你杀去。我是 Jim， 有意思。行 ，Oh yeah，Geos， 我是 Jim， 说吧，指挥官，有意思 ，Oh yeah， 行。说吧，指挥官，这应该不错。Oh yeah， 行，这应该不错。说吧，指挥官。说吧，指挥官，有意思。行，有意思。行，说吧，指挥官。行，这应该不错。有意思。Oh yeah， 有意思。Oh yeah。Reno 在此，我是 Jim。等待指示。说吧，指挥官。我听从你的召唤。Reno 在此，我是 Jim。要帮忙吗 ？Oh yeah。有何吩咐，执行官？Reno 在此，Reno 在此，有意思。说吧，指挥官。行。Oh yeah。这应该不错。有何指示？有何指示？当然。势在必得。当然。势在必得。为了 do。当然。你准备好就行。
听见了。我听从你的召唤，我执行你的意志。在此，这应该不错。行，这应该不错。我已回归。Reno 在此，有意思。我遭到攻击。
接收。那要是炸，我听见了。注意，我渴望战斗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渴望战斗，为爱而战。我已回归。你准备好就行，这应该不错。Sarah， 我执行你的意志。如何吩咐，指挥官 ？Eric Law， 势在必得。升级完成。在必得，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是金，有意思。哪里有需要？卡纳和斯诺斯，你的想法是？瑞诺在此。传输，输出指令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说吧，指挥官。谢谢你，执行官。现在我们去找 Sarah Two， 然后赶紧回去吧。